你说来的时候好好的，不到2个小时回不去了。你看这雪下的，全是雪。一个人，一点都没看错啊！现在是2024年9月29号，我们这里头已经下雪了。看看我的车，我要去送餐去，我的车都已经被盖住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看这雪得有多厚，我踩进来得有多厚，全都埋住了。中午送餐这就刮不开了。干嘛吵架了？我现在搁外边了。我的老天，今个竟然下雪了，怪不得这么冷的。大家都猜一下，这是哪大量？雪下的这么厚的，给大家免费欣赏一下雪。那个车窗外什么一片白雪茫茫，怎么唱来着？这火好大哦，应该是在烧起来了。
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